秦乐之要去芯片大会，要是和他撞见，被实验知道我和他的关系，实验肯定会觉得我一开始接近他就是为了报复秦乐之，这要怎么解释呢？完全解释不了吧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可能昨晚换了个环境，没太睡好。休息一会儿吧。听说你去府城了，你不是说你跟你爸在一起吗？完了，蓝牙自动连上。你爸爸？和我一起出门很见不得人吗？没有。哦，懂了。可以跳车吗？有人想跳车。